老婆和老妈吵架怎么破？你又跟我妈吵架了？啊，为啥吵啊？互相看不顺眼呗。你是不是傻？你跟她吵，你跟钱过不去啊？我怎么可能跟钱过不去？你们每吵一次架，钱就少一张，这道理你不懂啊？为什么？一吵架是不是就生气？一生气就气坏身体。嗯。老人本来身体就不好，一气坏身体又得去看病，那看病钱谁给啊？你妈肯定你给啊。那我的钱就不是你的钱啦啊！你看，如果你们平时少吵两次架，你对她好一点，少看两次病，是不是能省下很多钱？哦，是。那省下的钱是不是可以去买点包包啊，买点口红什么的？好像也是哦。所以说你想啊，你每次在跟他吵架就是在跟包包跟口红吵架，你跟他吵一次就少一个，吵一次就少一个。那我先不吵一年。这就对了嘛。那就按一个月吵一次吧，一年十二次，你先给我买六个口红六个包包吧。啊，给钱啊什么啊。